I know you saw me put the roofies into the wine. I know you switched the glasses. And I also know about your dirty traits. Why are you acting like this? Don't act like I'm torturing you or something. Listen, we have a special guest coming tonight. Go and get some groceries for dinner. Yes, she's singing. She's singing some ancient melodies. It's too late. I never got the chance to tell her I was sorry. I mean, you can't.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有新的嘉宾了 ，Lucy。谢谢，我叫夏可欣，也可以叫我 Lucy。我今年哇20岁了，我好年轻啊！谢谢，才二十，但我5月份就21了。嗯，也还是，干嘛就觉得老了吗？你是对我照顾照顾我们好吗？我们都是过了一半辈子了。就是对自己感觉昨天好像还在18岁，然后今天就21。对啊，所以你们也会觉得就是时间过得太快吗？当然了，对啊。啊，我记得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觉得哎呀时间好长啊，好慢啊。是吗？对，就想啊快点毕业啊，去工作啊什么的。那时候是按那时候的时间是按月记的，就是每个月都会记得清楚啊，好像过了一个月两个月。对对，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吗？一晃想想啊，上一件什么事见过什么哦，5年前、10年前，是这种概念了，对，尺度都不一样了，所以是羡慕你们年轻了。谢谢。啊，我跟 Lucy 是有一次缘分啊，我们一起拍过一个戏。对，今年3月份还是4月份？多少月份有点忘了。对，3、4月份，所以我那时候是演一个爸爸，爸爸，我的爸爸，然后又是一个怪的爸爸，坏爸爸，就是我到现在我也不太理解这个爸爸的身份，感觉就很奇怪的。对，我当然那个 Lucy 是主角，那他的戏还蛮多的。对，其实那个，镜头感其实还蛮漂亮的。对，因为当时我们导演那个 Isaac 王浩真，其实他拍的还蛮不错的。对对对，有一些这种臆想的一些东西啊，我记得我们在一起演的有一些画面都是属于中比较虚比较幻，是，然后去的几个 location 都很特别，小剧场很漂亮，对，小剧场，然后你跳舞啊，然后是那个黑天鹅毛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些都是比较特别的一些想法。然后还有一个粉红色的一个屋子，对，那个也是，哇，那个地方真漂亮，对，很漂亮，那个外面看不出来，一进去，哇，所有的装饰，粉红色各种装饰品啊，对，对对对，但是这个父亲就是挺怪的，就是好像是不是亲生女儿似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亲生，总之就对你特别对特别坏特别狠啊，就不太符合哈利老师。对对对，我说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啊？对，但是您演的还是尝试的理解导演的意思吧，基本上就按他的那个想法，然后也挺残忍的，把你的玩具都撕掉啊，然后对你大吼大叫的，然后穿的也很怪。蛮想看成片的，还没看到。对，我看了，我看到了一个 rough cut。啊，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挺不错的。对，还挺好看的。期待。对，应该导演还会再做一些调整。啊，还在调整。对对对。对。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认识，然后拍了3天。还有一天是在一个屋子，就我们3天有3个不同的场景，第一个是剧场嘛，第二个是那个粉红色的吧，还有个大屋子。哦，就那个大房子，对对对，那个哦，对对对，很像城堡一样，对，很像城堡的那个，你在擦地啊，是吧？还有一个演你的
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啊，对对对 ，Lucy 小 Lucy 有那场戏，对对，记忆蛮深的。然后你也是很认真，所以给我的印象也是留下很大很深的印象。哇，对，演得好，而且多才多艺。哎呀，谢谢。跳舞啊，钢琴什么？嗯，你怎么这么多才多艺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些？其实我从小有学过舞蹈和钢琴，嗯，但是，哇，五六岁，对，嗯，但是就是爱好，嗯，然后其实我从小，我就想当一名医生，因为我父母都是针灸医生，所以我从小，哦，中医，对，嗯，所以我其实对中医的了解还。嗯，就我妈妈一直在跟我讲，就是家庭的熏陶，看得多，对，然后我对针灸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，就是小时候吗？对，小时候，嗯，因为其实很奇怪，当时我看我妈妈在工作吧，就她，我就看她的那种热爱，就对她自己的工作一种热爱，嗯，就她，而且她也不抱怨。就他从来也不说哎呀多么辛苦多么累呀，或者是 对，就从来没有过，哦，就你看到他工作是很快乐的，对，就他充满了信心，嗯，然后其实我就然后他也很希望我也能当一名医生啊，嗯，然后全家都是对然后我15岁的那年呢我还回中国去了一趟我妈妈的母校长春中药大学，就在东北，哦，okay，然后我学了一个月的中医，然后 我也去了附属医院，也去实习了，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呢我也遇见了很多患者，然后我就练习针灸嘛，然后就那种感觉能帮到别人的那种感觉其实我特别喜欢，对，我就特别快乐。但是当时吧其实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这个我特别喜欢，但是我想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我更热爱的一件事情，就像我妈妈一样那么就是努力的去，就是说你妈妈的那种对工作的热爱好像更加强烈，对，比 对你更强。哎，为什么？对，哦，你也是蛮喜欢哈，但是为什么他做出来就更加洋溢着那种是信心啊，是吧？对，所以你就有，所以我就想找到你自己的，是的，嗯。然后当时我这个记得很清楚，我上高中，上了两年之后，我就上到2年级之后呢。我就跟我妈，就有一天我就跟我妈妈坐下了，然后我就很严肃的我就跟她说，妈妈，我想干一件我自己热爱的事情，然后我就哭了，我就眼泪就哗哗哭。为什么会哭？因为就压力大吧，我就怕妈妈会说，哦，就是不可以。明白。但是因为她特别想你成为医生，对，所以你怕辜负了她。对，而且你那时候有知道自己想喜欢什么？其实当时还不知道我想学表演，哦，对，我就知道，对，我就，但我知道我想走艺术这条路。然后妈妈当时，然后其实我就很惊讶，因为妈妈没有说我，她也没有跟我什么大喊大叫啊，而她就问了我一句，她说，那行，那如果有一天你已经穷到你只能买面包吃了，因为我出生长大在匈牙利，然后对，这又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背景，待会我们然后匈牙利吧，面包是特别便宜，就是面包最便宜，然后我妈妈就问，就是如果你有一天你只能有钱买面包吃的话，你还会继续干这一行吗？然后我就说会的，因为当时我是想，我既然选择了这一条路，我不可能就是我自己就是不会回头，我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然后当时我就转校，我就转到布达佩斯的李斯特音乐附中。那么好，然后的城市是很漂亮。然后我就学了声乐，我就上了声乐专业。当时就觉得声乐是你的选择。
我当时上了这个学校的时候呢，我想学声乐，其实也有可能是一条就是路可以走，就多一个知识嘛，学多一个知识。而且我是很爱学习的人，所以我多学了一个属于技能吧。对，我其实我还挺高兴的，但是我就想，我如果想做一位就是一位歌唱家的话，我有可能太晚了。就我自己认为，因为我自己其实给自己的压力还挺大的，我就感觉不行，我学的时间不够。然后当时我报考了纽约电影学院，对，然后我在2020年我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我就很高兴，对，因为我当时我就想，哎呀，我一位从来没学过表演的人，我还蛮幸运的，对，然后我就在大学期间，我真的学到好多好多，我就感觉像一个海绵一样，就不停的在吸收。对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来说，表演就是你，是我的全部。我感觉我对表演产生了，就在上学过程中吧，我对表演就不停的产生的热爱，就是每次，比如说我们跟老师上课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在读哪一个话剧，我就感觉我每次学到的新的知识，我就感觉哇，真的表演太有魅力了。对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就是你在这个学习当中哪一个东西让你举个例子啊，好，让就是听看我们的节目的人知道，哇，能不能感受到。好，那我们学表演呢，就是我们学校，我们是从舞台剧就开始学，然后那我们肯定要翻译一些话剧，一些 play 是吗？对，然后当时我老师让我演 Miss Julie 朱莉小姐，这个朱莉小姐她的情绪，她是一个怎么说呢，是个 layered emotion，就是比如说在外表看到的她是，她内心就完全不一样，就非常矛盾。然后通过那一次的练习之后，其实我自己感觉就是突然一下就有了一个新的了解，就哇，原来表演这么有意思，这么有趣。然后我在学校的过程中呢，我也演了一个 student directed play， 就是一个学生导的话剧，然后当时我也面试，然后那位也是我认识的一位同学，然后他就说，要不可心你来演吧，然后他就让我演了就是主角在话剧里，所以从头到尾一个半小时我就一直在台上。对，叫The Hill of Millions， 这是他自己写的。对，然后在那，就是我觉得通过话剧，我学到了好多。我知道你学的是很系统，因为你是在一个专业的学校里面，从各个方面来学，是吧？对。所以你觉得就是说，让你很扎实，学的是这种感觉。对，其实当每一个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，我都会给自己设一个目标，就说我要在这个学期里要突破一下自己。其实我在每个学期我都觉得有突破自己自我。好学生。就是在谢谢。其实我给自己压力挺大的，是吧？有的时候不太好，对，是不太好，就是太多了也不行。 对，看每个人啊，就是看你的承受，有时候给的太高的话也会压力特别大。 对，那你现在是属于压力特别大的这个过程吗？我感觉压力一直有吧。还是说你的压力越大，你的那种能力越强，就被压出来了？你是属于那种吗？我是属于就是坐不住的人，我就一定要行动。对，我是，而且我很愿意学习，就是学各个方面。比如说我在上大学期间，我每当演一场百老汇的音乐剧，就在洛杉矶，我一定要去看。我一定要去看。对，我一定要看，就他们现场，而且非常的震撼，就在现场看一个话剧或者舞台剧也好，音乐剧也好，就非，然后我其实通过
看音乐剧我也能学到好多。嗯，对，然后其实我也有一段时间想学音乐剧，如果有机会的。听你说过想去。对对、嗯、然后。那你现在是快毕业了。对，我还有，对，我这个月月底我就毕业了、啊、就结束了。对，你在纽约NEFA 的学习。是。OK。那你下一步是有什么打算？我下一步其实我还是想回国。你想回国？对，我想回国待一段时间，因为、嗯、不去纽约。纽约看以后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嗯、我、嗯、放在后面。对，我还是想去学学嘛、嗯，去那边或者上上舞台。对，音乐剧，其实我对音乐剧特别感兴趣，因为音乐剧它、嗯、你也拍了一个啊？对，类似于、嗯、满足你的那种喜爱了吗？对，其实音乐剧，因为你看音乐剧又可以跳舞，又可以唱歌，对，又可以演戏，就把你喜欢的都对都放对、嗯，其实还蛮有趣的。那在洛杉矶这段时间，嗯、边学习，除了你刚才讲的那个舞台剧啊、嗯，这些学校里面的一些练习，那之外的话，你有演了很多片子，对吧？对，我、嗯、我演了一些学生短片。嗯嗯、我们学校的我演的还挺多的、嗯、大概90%演的都是女主，就其实我还挺荣幸，对对，我特别感谢所有的导演。嗯，然后因为我在这个同时呢，因为我上的本科，所以其实我作业还挺多的，所以就自己上课的作业很多是吧？对，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演。对，没有太多的时间、嗯、但是我在上个学期，我和李晨，我就管他叫李妈妈。哦哦，李晨，李晨，李慧姐。哦哦，李慧姐，我管他叫李妈妈，哦、因为他演过我的妈妈。是是是是是是。对，然后我们、哦、知道那个片子。哦 ，Jack 也在那个片子里。对，我知道，那时候你不是那个推荐我演爸爸吗？对对对对，对，后来我跟导演有聊了。哦，是吗？对，可能后来还是觉得就是有更合适的。啊、对对，当时我和 Jack 俩都推荐哈利老师，然后那一部是一个长篇电影，嗯、是 Chapman 的一部片子，而且也是有舞蹈的，男女主角就是舞蹈的演员。对对，其实我在那一部片子里我演了两个人物、嗯、是双胞胎，嗯，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。对，但他们两个就从来不见面。嗯，对，因为就两个，而且两个人的名字都叫安娜。嗯，但是在美国出生的安娜呢，她就去世了。嗯，而且他们两个都是舞蹈者。嗯，中国安娜跳芭蕾舞，然后这边、嗯、美国安娜呢，她跳的是现代舞。嗯，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挑战性还挺大的，因为我好多戏都是我的第一次，就比如说水下舞蹈、嗯、我从来没尝试过、啊、那个难度很大。对、嗯、而且我还有荣幸就用中文来演戏、嗯、还蛮有趣的。嗯，这个导演也对舞蹈很热爱是吗？对，他好像是他之前他就拍了一些舞蹈的视频。嗯，对，所以他就对舞蹈就产生了一个 connection。 嗯，对，对，他找到你们俩还真的挺合适，两个都是有舞蹈基础的。对、嗯、对，当时我也是面试了3遍左右吧、哦、然后才很荣幸的得到这个角色。祝贺祝贺，也是个长篇电影。对，也是我第一部长篇电影、嗯、所以我还挺特别感谢导演。其实我在学校期间我们演了不少话剧。嗯，就课上的一些，就也是个作品吧、嗯、不是作业吧。嗯，然后我在我业余的时间我还参加我们学校的合唱团、嗯、什么舞蹈团，还有即兴表演的这个 troupe。 嗯， 嗯， 嗯，类似于一个也是一个团体。很丰富。我这大学使劲的学。对，过得其实很就让我真的学到了不少东西。嗯，而且过得很快乐。嗯，对，很快乐，很有趣，而且认识了很多很多好朋友。嗯，对，所以为将来打好了基础。对，我就很高兴。嗯嗯，除了刚才那个片，你有拍戏当中有哪个片子也好，或者说具体的拍摄的过程让你记忆深刻的吗？嗯、
可以。嗯，其实我觉得就王浩珍 Isaac 拍的那一部让我印、嗯、对我们两个拍的那一部让我印象挺深的。嗯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学生来讲，我觉得他挺厉害，嗯、就是而且他，我感觉他追求就比较完美的一位完美主义者，对导演、嗯、就是对自己要求挺高，嗯，对，所以我感觉通过那一次跟他合作，包括跟哈利老师合作，嗯、我就 Why are you acting like this? Don't act like I'm torturing you or something. Listen, we have a special guest coming tonight. Go and get some groceries for dinner. 原来拍戏就可以这么